觉得过了25岁之后啊，皮肤的状况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，所以就想要透过电波拉皮来改善。要做的治疗是电波拉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最新科技的黄金探头，还有它黄金探头是会让热能均匀分布，所以疼痛感会让你减到非常低，这样子效果会有提高到非常 好。所以今天就放心的进行今天的电波拉皮的治疗吧。其实是最近的事，因为最近我就看到我有朋友啊，他好像变漂亮了，但是他的五官都没有变。然后我就问说，哎，你是做了什么，然后现在变那么漂亮？他就说他有去用电波拉皮。因为我有上网爬文，然后就看到近年的电波其实蛮厉害的，然后医生也都蛮专业，所以就想说要选择近年这样子，放心的交给近年。我觉得还不错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修复期。我本来一开始以为打完啊，就是脸会肿肿红红的，结果真的没有耶，而且隔天还可以上妆。其实啊，我一开始是有双下巴的，那做完电波之后，我觉得我的双下巴改善很多，不管是照片还是影片呈现上，都比以前更漂亮。我觉得人很亲切，就是不会像一般医师有那种很严肃的感觉。那我觉得虽然说很亲切很年轻，还是非常的专业，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，那环境也很明亮很干净很整齐，我还蛮喜欢来这边的，还蛮满意的，就是之后还会想要来做这样子，就希望就是每年都可以打一次电波